Hello， 芒果 TV 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雨桐。Hello， 芒果 TV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你先说吧。初印象是冷漠，现在的印象是逗逼。哎，根本没有哈，第一天见面我还问你要不要喝咖啡，是不是非常的温和的那种？那还是觉得挺冷的，但是合作久了，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人其实挺有趣的。好，我对他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话太多了，一直在我旁边唱歌，然后关键唱的也不是很好听，就想说这个人有没有自知之明。然后对现在的印象就是是一个你说呀，现在印象就是一个非常天真可爱的一个男孩子，就是真的是很有男孩子气的一个男孩，非常的心地也非常的善良，非常的温和。对，你在说什么？